天冷空气逐渐南下，北部地区云量增多，降雨几率增加，下半天就转干冷。今天白天高温北部约摄氏17度。预报员林定仪指出，各地傍晚后将越晚越冷，局部有辐射冷却影响，温度会再更低。明起到下周日圣诞节，冷空气渐进式下降，预估到周末达寒流等级，